面几乎都已经拆完了，都已经拆好。而且现在这个分数呢也没有超分。他参加这个首架啊，还比这个其他的这些球员的首架要长。19. 26.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。41. 三箭可以调黑球。这就不能把黑球推一下，拼了啊！这个不进就比赛就结束了。哎呦，进了，真悬啊！这个。48。仍然是难度，感觉现在塔塔亚也忍不住了，哎呀，豁出去了。行，这一局回来。有点担心这个绿球啊，刚才简单球掉了两次。但是那个之前绿球都是发力嘛，这个不用发力，问题不大。53，打到粉球。这什么意思？57。这强行制造难度。62。到了2-5。
约翰姆是打了八套黑球。嗯。